六个、七个。解决，做个裤子。先，这游戏最难的是找题。二十分了，明条应该出来了。你可以帮我做个水桶吗？水桶吗？嗯，好。奇怪，我怎么真的一直听到怪的声音呢、啊？我家在哪里？这里。八七五，然后多少？我找到大峡谷了。八七啊，可能是钻石。八七五六二零，我在六二零。好。不行不行，我被咬了，我需要救援，我需要救援。我现在还很上面，你怎么跑到下面去了？等一下啊，我过去看看。你 hold 住很多怪吗？我暂时活下来了，我暂时活下来了。我被僵尸从后面刚了啊！哎呦，这水哦，吓到！我在努力看类似钻石的东西。我看到你了，我看你。先暂时堵起来，我的血。这下面很多吗？哦，岩浆妈的啊！遭到了，遭到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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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以为是鹅卵石，差点踩上去。哦，这边哦。没有，你看下面那里，岩浆旁边那四颗，感觉很像钻石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在岩浆的另一头哎。它很亮，它看起来又很像哪里？黄金哎，它很亮。不知道，感觉很像钻石啊。我先回去把铁拿下来好了，把东西再带下来。好，我们先把装备做一下好了。对啊。那、我现在被砍一剑都掰了。对啊，剩两颗星，四滴血。我们刚刚也没打到苹果嘛？对啊。吓到！看到人都先吓到哎。因为不知道是谁啊？我怎么一直在绕圈圈？哪一条路去？这里，我这里。哦，一直在绕圈圈。找到。要，赶紧带下去。情况。我先做个铁，不见了。没了吗？我这边两颗，你够吗？哦，有够。你裤子有了吗？我裤子现在有裤子了，擦鞋子而已。我也擦鞋子，好，好，带走这个带走 ，Go。那我们下面的矿坑要怎么探呢、啊？我不知道，它是峡谷哎，大峡谷、啊。我们挖下去好了。好，反正我已经没差了，你知道吗？反正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在你们的对岸，中间隔着一片岩浆，我要怎么过去？你在我们对岸？你是在峡谷另外一边啊？对啊，我在九四八嘛，然后八五零。那你的高度在哪？十一。哦，你在很下面，我看一下。你们在上面哦。我们在三二。我觉得下面那个有可能是那个有可能是钻石也有可能是黄金，因为它很亮。我们往下挖好了。黄金好像是最亮的吧？没有，它旁边还有一个比较浅的。竟然矿物认不出来。九七多吗？不，不能，这里危险，这里危险。那就往旁边。你知道刚刚谁救了我吗？嗯，刚刚不是，刚刚有那个水柱救了我。那蒲公把我推下去的时候，我就飞到一个瀑布上面游上来。反正你说你在九七多那边吗？对啊，九百五，然后八百五。你略过了。八百五哦，有点远。我略过什么了？铁。又，好。看不到。那铁。水桶。哦，这边有洞，洞挖开了，看一下。嗯。
还差多远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在那边，就在那边，那边，前面那边。但是我怕对面有怪呀、啊，还有库里帕、啊。这种很怕，要过去就，对啊。我们还是先走到最下面好了。好，先走到最下，然后我做个盾牌，我的盾牌要爆了。好，你身上有铁吗？还是有？我还剩一个，我还剩一个。从旁边稍微再往下挖，嗯，怎么又开了？我忘记铁那个盾牌怎么做啊、哦？做了，没了。对啊，什么没了？盾牌吧？你看我的血量，你就知道我刚刚遇到了多大的困难。是搞爆掉。这给你。OK， 走，那放着就好。小心哦，下面有洞哦，还有岩浆、哦。好，我先稍微站后面一点。哦，对面有僵尸。安、欸、，F 3怎么一直开着啦？好想好攻哦。哇，好多岩浆。稍微往右边挖一点啊，不然你这样，等下不小心下去，莫名其妙挖到钻石。等一下哦。你挖到钻石了、哦？它还很远，它离我们很远呢。你这个很嚣张哦！我以为是鹅卵石哦，我以为是金矿哦。哎呦！哎呦！小心地上那个是岩浆哦，地上那岩浆看起来很像一片草地哦。只是有，这什么？不知道，我看一下，我没有铁镐，我没有铁镐。我有。钻、哦、石，钻石，钻 石，莫名其妙啊！不要烧掉，不要烧掉。哦，岩浆，你，哦，你这样不会烧到？没烧到。哦、超怕你烧到的，你烧到就回去了呢。你烧到，你世界就变白了哦，啊、变彩色的了。烧到就变彩色的呢。我要怎么把那里堵起来？我不小心让岩浆烧掉一颗钻石。好，太晚吸起来了。对。好，看一下几颗，六颗。哦，收服。哦啊，六颗。那、啊、我们高度已经到十颗。我刚刚那里应该有七颗。四颗。哦，钻石王。对面还有对面的。哇，这个峡谷！哎、欸，我觉得对面那个也是钻石啦。对啊，可是这个峡谷，哇，原来上面还有苦力怕哦！哦，天降枯工啊！哦，不要过来哦，不要过来哦！我们还是走下面好了。我们下去了，他下去了哦。枯工下去水那边，哎、欸，被烧到了，烧死了，拜拜。没关系，我们往下走。他被水流推下去岩浆了。啊！救命！不要过来！啊，有尾！等下岩浆会流出来，太多岩浆了，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出去了。挖开！对，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已经超过岩浆的高度了啦。我们的高度已经超过岩浆了吧？刚刚那个地方对吗？对啊，我们刚在死。但是我们下面，你刚刚有把那一桶水挖掉吗？我还没捞水。我只是先把它暂时填起来而已。我现在如果要过去的话，我一定要……我找看看，我找不找，就找不找得到刚那个水啊？还是我们那个啊，直接叠过去到对面去？可是叠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你要怕你最后空降哦，你要小心一点哦。对啊，那边最容易空降了，峡谷最容易空降了。法师跟巧克力就这样死过一次了。找到，我现在有水了，等我。好，峡谷。我一直不敢过去，就是怕怕空降啊。六颗钻石，对啊，好想赌哦。最怕就是空降。好了，下面那个了。下面吗？下面目前没有岩浆了。哎呦呦，枯工哦！等一下，枯工在那边，他在角角那边。你有办法直接？我看一下我。来喽！哎、欸，他被推了。对啊，我没有办法，
直接挖到前面，然后挖过去嘛，就是直接挖那个石头。哪边的前面？就是我们正前方，就过去直接挖石头跳上去。可是就是会被枯弓秒啊。他有射那么快吗？有喏，他一看到就直接先射第一箭的。那如果先举盾呢？我看一下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边有三只枯弓啦。啊，来了来了，那边有三只枯弓啦，三只喏。你那个右边巧克力踩到岩浆了，三只，那边三只枯弓哦，你看无法啊，那边无法过去啊，它堵住我们的去路啊，叠更危险啊，不是，我说的叠是哪一种叠？叠墙哦。叠墙也很难哦，你只要稍微身体探一半的话，就可能会被射了哦。相信我，相信我。哦，你要从下面开始叠的话，可以。另一边帮我注意哦。好。哟。其实应该要你叠。哎，我要大干一波咯。你那边有人了？嗯，闪闪他们。你的钻石要不要先带回来？还是你直接做钻剑好了啦。不要给他们做父母。没有啊，我不一定会死啊。好，相信你。然后那边也挡一下。我这个人最信任队友了。水流走开！你跳起来的时候小心一点哦。有了有了。哦，这么刺激。哇，这黑白的真的看不出矿坑上面有什么啊。我们要先挖上去。跨步。你看团团的血，看团团的血。哦，有闪闪闪闪，他被烧到吗？对。哦，他烧了半条哎。你烧的？我烧的、啊。好猛哦！好屌、哦！你一个打三个、哦。哇塞！可是我们还是找不到你在哪里。应该还很远。我们先挖上去那个。钻石那边，我们离钻石多远啊？这旁边是铁吗？那个不对，应该这个方向过去，等一下探出去看到岩浆的地方应该就有了。看到岩浆，等我一下。其实我都会忘记插火把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岩浆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岩浆下来，好，停了，我堵着。我偷到铁喽！我的石镐又爆了，等我一下。这个铁镐给你吗？还是我再做一把给你？好啊，把最前面堵起来好了。你说直接把门口堵起来吗？我做一把给你好了，我有很多木头。挡到了，挡到了。你要什么？石镐？石镐可以吗？好，因为我没有铁了。我只是先要挖石头而已。来 ，OK， 吸。然后我在下面烧那个、哦，好，看一下这个位地方，上面是岩浆，所以应该在，不是还要不要再更高上去？前面那个不是啊？什么东西？这个、什么东西？那个是吗？可是旁边是岩浆哦，上面是岩浆吗？所以可能一挖掉，它可能就会被岩浆。灌下来了，对，我们把它拉大一点。好了，没有，看人家帮我躲、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前面这个位置，开点。好好好。你有吸到吗？上面是岩浆，没有啊。这样它应该就是挖掉的时候，它不是东西掉落那一瞬间是往上弹一下吗？应该就直接弹烧到了。那我旁边，我往旁边，因为它是在岩浆的正下方啊，所以一挖掉那一瞬间就弹起来的那一瞬间就被烧掉。那我们要上去收那岩浆哎，不然就是用石头往把它附近挡住、啊。我这边很多岩浆哦，哇，黑白真的自己有没有插火把都不知道啦，真的。我看到了，我到地面了，我到地面了，但是我需要掩护一下怪哦。等一下。你现在这样很危险，
且我们的空间太小了。举盾舟，举盾舟啊！都这，都这，要爆了，爆了，爆了 ！OK OK。啊！一只。对啊，你这样太危险，你这样贸然冲出去太危险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先把它插满。你太冲动了吧？对啊，而且这里还是峡谷哦，这里随便都会天降哦。你的水还有吗？还有还有啊，可是它的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它的位置。他现在这个位置用倒都倒不出什么东西啦，我就把他周遭堵起来就好，周遭堵起来，不要让他流过去就好。这种用石头就好。然后，苦工苦工，哪里哪里？后面后面后面，要先解决吗？好，当然啦、啊。我先挡，我先挡。哎、欸，在干嘛？发呆欸，对啊，对啊，他刚多插火吧？看一下这里要怎么读。